那 今天继续讲这个维氏基础。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那上次我们讲这个唯识基础的介绍，讲完了，开始讲何为一切法。那今天会开始讲这个一切法里面的其中一点，因为它内容比较丰富，所以先就讲这一点。好，何为一切法？上次已经讲到五味百法的分类法，就是唯识中把一切法分类成五种。那这边上次一起读过了，这边写世尊说一切法无我，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一切法者略有五种：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然后无为法。那上次学的归类法，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充分的解释所有的心外心内的物，这些境界。OK，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那心法排在第一个，因为它是主导体，所以它会排在第一个，它有这个顺序前后的分别。那心法就是指什么呢？它是指我们能知能觉的心，它是认识、认知和精神活动的主体。那我们又叫它做心王，因为它是像王一样，它能主导其他的这个它的下面的臣呢、小喽啰来干活，所以它叫做又名心王。那这个心王就是指我们的八个识。那唯识把这个先分成这样子，就是说心法就指的就是这八识。那其他的法会分类在其他的类别里面。好，这个就是心法。那大概的说，就是这个精神体嘛。好，第二个是心所有法。第二个种类叫做心所有法，然后简称心所。因为我们心，它会有一些法，一起跟它生出来，才能有其他的功用。要不然这个认知就只有认知，不会有其他，比如说判别颜色啊，判别好坏，判别喜欢的这些功用。所以这些就是跟心一起生起来活动的这些东西，就是心所有的法，简称心所。它跟这个心一起所生出来的这些法。是这么理解的。好，那这边看蓝色点，依心王而升起的各种心理活动，对心王起助办的作用，就是它一起升起来也有一些助办的作用，就是它跟心王一起认识这个世界。那这个第二点写着，心所不能独自升起，就是它因为不是王，它没有这个单独主导的力量，所以它与心王一起升起，他这边写必与心王相应而起。凡心王升起时，必有心所有法与之相应而起心理作用。那这个到时候会到心所有法讲的时候会解释什么叫做相应而起。那反正我们现在认识它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心理活动，然后跟着心王就是我们的识八识一起升起来。对这个世界产生各种的判别，还有认知。下面绿色一点，心王如王，能统领一切，但必假随从，方有势力。心所如随从，就是这个势，比如说眼势、耳势，这些比如是王，但是他如果要升起其他我们能跟东西互动啊，跟世界认识的这个力量，我们要一些随从。就是
你一个空的王位在那边没有用，你要很多臣子帮你做事。他比如说这个负责干嘛的，那个要帮你打仗的这样子，这些小臣子。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新所就是这些随从，要不然新王就是一个空的王位，所以他们是一起的，一起做事情。那这样子可以就是理解为我们这种心理活动。那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没问题。有问题可以随时在群里发，或者直接再讲出来也没问题。没有问题，很好。那大家如果都理解，那我们这个佛法就深入这个心里面。那我们用这个来举例的话，就是说。我们新王，比如说眼识或者耳识，在听这个讲话的开示，那这个就是耳识作用，它起这个认识的功能。那通常我们在佛法里就是讲说这个识升起来就这样子，但是唯识会把它分得更细一点。当我们识一个识升起来，它会有很多部分在一起作用。它这个作用到时候会讲得很细，但是主要来讲就是。我们因为没办法跟真正的外境互动，这个之前讲过了。那既然不能跟真正的外境互动，我们是跟自己识产生的影像来互动。那我们把这个识能认识的这一部分，我们会叫做见分，就是见到东西的见。这是见的这一部分，所以就是见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他去认识的那个对象。就是所缘缘那个，我们叫做相分，就是相，名相的相。那我们是这样子去理解这个世界，用唯识的角度。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到外面的世界，但是我们在心里会变现一个类似外境的这个相。那要去认识这个相，还是要靠自己的事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会心里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见分会冒出来，去认识自己心事，变出来类似外境的这个相分，这个相分，所以见分和相分互动，我们就能在心里有这种外境的这个影像，然后对它有各种的认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心啊，还有心所有法的这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要认识一个电脑，我们看荧幕。那这个演示起来，当做例子，演示起来，你看到这个电脑，这个是一个总像，看到这个荧幕，它是一个总像，然后这个像分看到的，就是变出来的，也是这个像分，我们去认识这个像分，都是认识这个总像。但是如果要讲这个心所有法是怎么样呢？那心所有法，它这个心。所有法有很多种，那我们现在用一个认识功能，其中之一，我们说我们能判别说，荧幕上面显示现在的字是绿色的，它是绿色的，它不是说黄色的或者是橘色的，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行是绿色的，那这个是别项，它是有一个是总的，就是整个看到荧幕，那这个别的就是说它看到这个绿色能分辨它是绿，那这个就是心所有法，它这个。细一点的功能，我们这个别项就是它，各种心里面所有其他的功能，要不然眼睛就是圆整个像，也不知道说它是绿是黄。那所以我们就是这么个理解，心所有法就是心理功能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它要帮忙这个主体的王来认识这个世界，要有其他小部分来帮忙。那这个帮忙的小部分就叫心所有法，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绿色哦，然后你又起更多其他的念头说，对，我喜欢绿色，然后旁边这个小图案我也很喜欢，你也去认识它，产生这种判别造作善恶力量的这个功能，这些都是心所有法的小功能。那这样可能比较理解一点了没有？好。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心法和心所有法两者的区别，一个是总的，一个是别的，但是一个像王，另外一个像臣，他们要一起做事情。OK，那第三种法呢是什么？就是刚刚讲
五类的分法，那这个就是三者色法。色是什么？色有执爱、变爱的意义在里面。色就是说，第三点我们看占有一定的空间，彼此相互执爱，有生灭变化之物。那它也是事的认识对象。那色法我们通常理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一些东西，它是有一种质量在的，它能互相阻碍自己，阻碍别人，我们称这个为色法。不是说颜色的色，它是一种就是说有物质概念的这种东西。比如说现在电脑它是一个色法，因为它有一个质量在，然后它能阻碍别人，阻碍一个一定的空间，然后我就不能从中间穿过去，所以这些都叫色法。我们能互动，跟它互动，拿起来呀，撞过去，这些都是色法的一些。所以它是有执爱，因为它这个物质能障碍，然后它会变化，我们能亲眼看到，比如玻璃它摔下去，它会坏掉，这些都是色法，因为它有这个执。然后它有爱这两个意义，那这个也是我们心事认识的对象。我们特别把它归类为另外一个，因为它虽然也是心里的这个心事所变现，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特点，它跟别人别的心法、心所有法不太一样。那这个是色法。好，下一页。四者心不相应行法。简称不相应行法，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它因为与心不相应，与色法亦不相应，故名不相应。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所以呢，我们叫它心不相应行法，因为它跟这个不相应。不相应就是说，它不会跟它一起这个聚起，它不会一起升起来。比如说。心所法，它会跟这个心王一起起来，但是心不相应行法，它不一定会这么做。比如说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它不是色法，它也不是心法，那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些概念，一些概念。比如说什么是名，什么是文具，什么是这个世俗，什么是这个时间，这些都是心不相应行法，它是特别另外一个类别。那它叫做行，是因为属五蕴中行运所设。这个行就是它有牵流变化造作之意，因为它是有为法，所以它是一种行运所设，它可以归类在这个行里面，所以叫做心不相应的行法，因为它是有为法，所以它是一种行法，但是它与心也与色不相应。那看最后一点是心法与色法。在生灭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现象、规律，它没有自己的体性，它是依于这些心法与色法在互动，然后生灭中所产生的现象，然后把它特别安立一种名字，所以它没有自己的体在里面，它没有真正的这么一个东西能变出这个东西，它只是。这些变化的过程当中，看到一种现象，然后给它叫一个假名，给它叫一个名字，比如说时间，它是因为有这个生灭变化现象的流转，然后好像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就是把它叫做一个时间，这样子。所以这一类又是另外一类的法，跟心有跟色都不相应，这个叫做心不相应行法。那最后一类的法呢，叫做无为法，它是第五类。为是造作之意，就是有为法。因为造作是什么意思？它就是说有因缘和合来造作它成就而生，这个都叫无有为法。那这边写前四种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有生灭变化的有为法。那有生灭变化这些有为法，因为是因缘和合生，所以叫做造作之意。那第三点写无为法，
非是因缘和合而成，是一切法的法性。就是说，因缘和合，然后会变化牵流这些东西，我们叫做有为法。那另外一类，我们就叫它无为法，因为它不是造作出来的。第五，最后一点，无为法并非离于一切有为法而独存，是在有体法，哎呦，这个字写错了，有体法，三点水的法上安立的假法。就是说，我们之前也提过这个概念，我们有为法还有无为法两个这一类的分法，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一切法分成这两种，我们不能说有为法之外还另外有一个独立存在那边一个叫做无为法的这一堆东西，它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为法它背后的真相就是无为法，所以它就是说，这一点不是离于一切有为法而独存的，是在有体法上安立的假法。就是说我们这些法有为法看得到，然后去看它背后的真相，哦，这个是无为法，是这样子意思。好，那这样子我们把五位白法都讲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说，五位白法我们怎么说分它呢？为什么这样子分？首先我们把一切法分类为有为和无为的，因为无为法与有为法不相离，是在有为法的实性上安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么给它分一下，因为它还是有它的不同。然后再来呢，其次将有为法区分为有体法和无体法，所以我们再细分继续下去，这个有为法它有不同，它也有不同种类，有体的就是心法色法，因为它是真的一有东西生出来，从心里的这种阿赖耶的种子生出来。那无体法是在这些现象变化的过程当中给它安立一个名字，就是这某一种现象特别突出，我们给它叫一个特别的名字，某一种变化很特别，我们也给它叫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就是细分有为法成为心法和色法，这个都是有体的。然后无体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安立假名，这个叫做不相应心法。好，这个是有为法的区分。然后再来我们再更细分下去的有体法里面的心法，再分为心王和心所。心王和心所就是八识，还有跟它一起升起的这些心理作用，心所有法。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把一切法的归类都归类完毕。那白法明文论就是特别把这些法这样子归类，就是因为要解释很多世间的现象，并且还有也要把心理的现象也解释清楚，所以它是这么个归类法。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归类一切法，只是说在唯识它这么归类是有它的用意在。那从瑜伽师地论里面600多种法把它慢慢的浓缩起来成为白法，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习白法。如果要学习瑜伽师地论，这个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因为它比较复杂。那这样子归类下来其实也不是唯一归类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75法，就是释迦菩萨以前他还没写《白法明文论》的时候，他之前写另外一部著作，他就只分为75法。后来呢，他又继续开展分为白法，因为他发现75法解释还不够完整，解释唯识的东西。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白法是一个概念，不是说真的全世界只有100种法，就是说他大概这么的归类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然后能够解释佛法很多概念，也能解释现在能看到世间上的现象，一切现象都能用这一套来解释，所以这样子来说还是一个挺圆满的一种解释方法。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来学一下这个白法。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我们大概知道说，好，讲了一切法有五类，然后这个就是五类，这个挺好懂的。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一个一心法，第一个一心法。好，一心法，我们一般人世界上所认为的心，讲的好像是那颗心脏、肉团心，或者是说我这个心里想着什么，我心思念着谁，这种思想意识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们在唯识学有给心特别的定义，那我们以后就是用这个定义来理解以接下来要讲的这些课程内容。好，那我们看唯识学所说的心，它是一个总名，它不是只有包括这个，比如说我心里的思想，它还有包括眼睛的这些事都包括在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心法有八种，八个事，它就是心法。那八个事都能圆镜像，就是我们八个事它都能去对外面产生认知，这个叫做圆镜，就是我能去圆到外面这些像。所以八个事都能圆镜像，都具有了别的作用，就是不止我的心里能做这些事情，我的眼睛然后产生的事也能有这个作用。所以呢，它我们这边唯识学所说的心就是有八个事，所以我们理解可以成为心等于八事，我们就这么理解，心法等于八事。好，我们刚刚说八事是哪八事？心法有八种：一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身事、意事、莫那事、阿赖耶事。是认识和精神活动的主体，意是安立一切诸法的所依。那精神还有认识活动的主体，这个挺好理解的，就是我们心理活动不出于这八种，然后它是安立一切诸法的所依，就是我们要能够对外境一切诸法有所认知，需要这些事的活动。当然不一定要同时八个事同时活动，但是就是要有这个事在活动。那这个挺好懂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但是我们通常在其他佛法里面经典会学眼耳鼻舌身意就到六就没了，但是唯识就是把第六开成三种：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这个是唯识的特点，因为为了要将心法解释得很清楚，把心理活动它是怎么的在互相给你造成生死流转，要怎么成够怎么成就这个佛果，它是要把这个心讲得很清楚，所以它会把这个第六意识开展成三个事。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佛也有讲过，并不是只有唯识祖师在编出来的，这个佛也有讲过，阿赖也是。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心法。那我们常常会用心意识三个字一起，我们心意识确实呢它经常伴随着出现，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把它分成心意识三种？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说我们八个识全部都有心意识的功能，都有，但是我们会特别说心是什么，意是什么，是因为那个功能比较强。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心意识的功能。橘色写着心，我们心的定义是集其意，积极意，就是它会把一些东西集起来，就是很多法不一样，我们会把它集起来，然后把它升起来，这个叫起，这个就是心有集起的意。积极意就是说它会把它积聚起来，很多种法积聚起来。所以这个是心的定义。然后意就是红色这边，意是什么呢？意是思量意。思量意就是说思维筹量，我们就是思考啊，然后要筹量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我，或者是不是我喜欢的东西，这个就叫思量意。然后事是了别意。了别意就是说我对一个东西产生
明了的去判别它，哦，这个是一个杯子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新意识。那这个集起民心、思量民意、了别民事，这个常常可能会在一些论点或经典看到，就是他直接说集起民心、思量民意、了别民事，所以我们这边特别给他讲出来一下。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大点，虽然心意识三意皆通八识，但是八识皆可名为心意识呢？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叫？因为虽然每一个识都有心意识三种的功能，但是有一些特别突出，所以我们不把每一个识都叫心意识。好，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三个蓝色的点，前六识呢，它了别境界的作用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只叫做前六识叫做识。就是前六识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它了别境界的作用最突出。它不是说没有思量的意，也没有集起的意，它有，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法聚集起来、升起来，才能看到这些外境。如果用眼识来举例，但是前六识它了别的这个功能特别强盛。比如说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嘴巴喝到香香香的东西，很好吃。它这个了别境界的功能很强盛，所以我们就特别叫做它为识，因为它了别意。我们看蓝色写的了别意，所以既然了别境界的作用最突出，我们就叫它识。那第七识莫那识呢？它恒审思量的功能最强盛，所以我们直接叫第七识叫做意。就是恒审思量，因为第七识它有特别的功能，就是它老是在看着第八识的见分，然后认为这个是我，它整天在恒审思量这个东西。所以虽然它也可以去集起还有这个了别，但是它并不是它的强项，它不做这些事情。通常在做的是什么事？就是这个思量。那我们就把第七识就叫做意。那第八识呢，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集诸法种，起诸法作用最为特殊，所以我们第八识名心。我们直接把心的集起意直接套在第八识身上，因为第八识这个功能最强，它就是阿赖耶识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呢，等因缘到了，这些种子发芽，然后就起现行。所以呢，我们直接把第八阿赖耶识叫做心，所以它是心意识这三个，我们直接给它套上某一个识。第六识就叫识，第七识就叫意，第八识就叫心。好，那我们继续讲一下刚刚心意识功能，虽然每一种都可以叫做其他种，但是是某一个功能突出，所以呢，我们会叫它识或者心或者意。那前五识它就叫识，因为它是了别功能最强。那我们看这边写，升起了别境界的认识功能，这个作用名识，就是等于是总结刚刚讲的了别名识，所以这个作用本身就是识，所以前五识它就是这个作用，那我们就叫它前五识。如果我们现在看眼耳鼻舌身识来讲，我们用眼识做一个例子。眼识要升起来了，它是怎么升起来？它需要一个亲因缘，它要依阿赖耶识中眼识自己的种子所生。就是说，它如果阿赖耶识从来没有这个眼识的种子，它没有这个法，它是不会冒出来的，不会说从空生有冒出一个突然东西，能够让你看到很多东西。所以它是要有一个因缘在那边，它这个亲因缘就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中一定要有眼识的这个种子在了，已经在，要不然它生不出来。那这个就是说它的亲因缘。那它有增上缘，叫做眼根。眼根就是说我们眼睛，它
它叫做根，但是这个眼根不是讲我们这个肉眼，它是讲我们的这个净色根，就是我们的眼根，它有分这个浮尘根，浮尘根就是我们肉眼能见到的这个眼球，这个肉肉的这个眼球，然后它还有这个净色根，就是它这个神经的这种作用。那这种作用就是我们叫它净色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个身体，他没有神经系统，他就是也没有这个正上缘。但是如果眼球坏掉了，他如果这个神经系统还在，他还是可以有这个眼根，只是他还是没办法做了别了，因为就是看到黑色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眼根还是很重要，我们需要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睛背后的神经作用，这个叫做净色根。好，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我们还需要锁缘镜，才能让视升起来。就是说，我们眼睛有了，OK，种子也有了，但是呢，我们要去看东西，然后眼视才会因缘和合而生。那看这个东西就叫色尘，色尘就是这个外境嘛。那比如说现在，我现在要看电脑，那这个种子就是说我以前有种这个眼视的种子，那这个增上缘就是说我现在有眼睛，而且我的神经系统很好，没有坏掉。那现在我能够缘到这个电脑，OK，那三者具足，我们眼视就能生。那这个应该挺好理解的。那我们这边看耳视也是一模一样，它是以耳根，它的净就是生成。那鼻视呢，它是依鼻根，那香成是它的所缘境。舌是，然后身是，都是这样子。好，那眼视我们再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放了1万块在你前面，一块大黄金，1万块。然后呢，我这个眼视要升起来了，因为我要准备去看到它。那我们阿赖耶识自己里面有很多种子，就是我眼视有这个种子，我才能真的去把这个眼视 activate。没有这个种子，我是可能我就是一团这个肉体而已，我没有这个眼睛，也没有这个视，所以他不知道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能够去认识这个东西，因为我有这个种子。好，那我有我的增上缘，我有眼睛，然后我有所缘境，就是那块大黄金，值1万块。那现在我们都全部看到了，我也看到，你也看到了，那全部的人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会对它也产生不同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心王的这个眼视是一个心王，刚刚讲过了，八识就是心法，就是心王。那我们看到这1万块有不同各种感觉，是因为我们心所里面的有不同的种子，就是说我们要判别这个1万块的时候，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有很多不同的。有些人对这个的烦恼的种子会多一点，有些人可能贪种子很多，有些人嗔的种子很多，有人无明种子很多，所以我们对他会看起来会不一样的理解。那比如说，有一位很有福报的人，他看到，他就是可能看到，哦，这是一块黄金，看起来挺好的，不错不错。那这个就是他。那有一个人，他福报很缺，他这个贪嗔痴三毒非常重，因为他以前没有做很多好事，专门有烦恼。那他看到，他就立刻会冒出很多这个其他的心所，因为眼视升起，他还会带很多心所有法一起升起。他就想啊，我要怎么得到这个黄金？然后他就看说，哎，这个黄金是不是真的假的？他就起各种这种种种烦恼，然后还想说，哦，我要把这个家人都这个都把这个黄金给家人，让家人也能很有富有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好一点的种子在心里面，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烦恼夹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一下唯识，因为我们了解我们心理作用，就知道说，当我们心看到一种东西，为什么每个人对它感觉都不一样？有些人会起很多烦恼，有些人就没那么多烦恼，看到什么都好。那这些就是比较有福报的人，因为他阿赖耶识的种子里面比较清净，比较少这些烦烦恼恼的东西。所以我们学唯识讲的很重要的概念，成佛就是说要把识转成智。
我们这个事它是有染污东西在里面，我们把它转成智，就是智慧，那这个就是成佛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要学习这个转世成智的过程，就是要先认清楚什么是世。那我们把它搞清楚以后呢，我们转智就很容易。所以不要觉得说为识好多好多繁琐的名相，看了都头昏脑胀。虽然我们可能去背起来，清清楚楚一个一个背，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能尽力学，就学多少算多少。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有一些境界出来，我们可以把自己往心回光返照。哦，这个是事的某某某某些某些种种功能。那这样子看清楚，你就说啊哈，这个都是心所有法。然后你就把一个佛法一个佛法再把它回想起来，然后烦恼就减少了。那这样子就是说，把一些法佛法的种子代替掉原本应该有升起的这些烦恼种子。原本可能要生气了，或者要起贪。要去起偷盗的心，那我们就这个把它 replace，把它代替过来，用一个法把它塞过来。好了，我们这个事里面又少一分烦恼，少一分杂染，多一分靠向清净的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就慢慢这样子转世成智，先把它就是用一些善法代替掉，再用清净的法代替掉，它就慢慢能够达到这个它原本真正的这种，没有被杂染覆盖以前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学，也是在转世成智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正在把自己原本可能就是会想东想西的这个妄想心，用佛法给它塞进去。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塞进去以后，我们以后想很多事情，可能就是用这个佛法的理论来思考，那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以后想事情。哦，会有一分都带有，诶，我现在是用眼识，哦，我这是心所有法，那这个都是佛法，所以就是把慢慢的这些烦恼全部代替掉，那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这一辈子这样子修行就有一点成功了，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作用已经改变掉很多了，心里原本的固定的那种作用越来越趋向于这个，开始作用它是越来越趋向于佛法这样子。是清净的东西，那这样子烦恼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成为佛佛法法的东西。好，那这个就是五识，还有它怎么的升起。那这个五识就是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就是眼耳鼻舌身。那第六识开始讲的会比较复杂，因为它第六识有一些特别其他的功能。好，那第六识，它我们又叫第六意识，但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因为刚刚说意是第七识，但是我们会叫它第六意识，是因为我们第六识也要有根。我们回去看看这边，每一个识，前五识、眼识、耳识，他们要依一个根，如果没有根，它没有这个真上缘。那第六识它本身也要一个根，那它的根是什么？它就是第七意识。所以呢，我们这边会叫第六意识，因为耳识它是依耳根，眼识依眼根，那第六识依什么呢？依意根，所以我们叫它第六意识。没关系，这个可以下课以后再回去研究一下，这个是配上去的，就是它的眼根是什么，就用那个它取名，是这样子的概念。好，第六识又名第六意识。以阿赖耶识中意识自己的种子所生，这个跟前面一样，你没有这个种子，你不能升起这个识，就是眼识需要自己的眼识种，那意识也需要自己的意识种。它依止什么呢？依止意根。那眼睛需要依眼根，就是这个浮尘根、净色根这个东西。这是神经作用，让它能够产生认识，所以它也要一个根，第六识，那它依止的就是意根，那这个意根就是刚刚说的第七摩那识，它要有这个根，它才能有作用。好，那第六识它缘一切法为境，它不只缘一小部分的法而已，它可以缘一切法为境，所以它是
很广的一个事。那它升起了别法尘的认识功能，就是说刚刚讲的是眼识要升起来，它需要以眼根然后认识色尘，然后耳根需要认识这个声尘，就是声音的声。那第六识要了别的是什么？它要去认识是法尘，法就是一切法的法，不是指佛法的法，就是一切法都是法尘，它可以去认识一切法。好，那这边解释一下随所依跟立名，那它的根是第七莫那识名义，所以第六是名义识，这个就是它把名字套上去，它可以课后研究一下它是怎么套的。好，最后一个蓝色点，它写遍缘一切诸法分别嫉妒，其分别力最盛，所以叫做这个是。分别嫉妒是什么意思？那分别很容易懂，我们去分别东西，这个是杯子，那个是这个叫做投影机，那个是桌子，这样子。那嫉妒就是计较量度推度，就是我要去这个计算它，然后较量它，哎，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量度推度就是说以我的各种经验推然后量这个是什么东西，它是这样子叫做嫉妒。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新的 item 在电脑上，它 on sale， 然后我看一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以我的经验我看这个是Tesla 新制造的一个东西，特斯拉新制造的，所以你就会开始想，它是一个科技产品，然后你用力看，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它看起来像一辆车，它新出的车，那我们这个就是做了很多分别嫉妒。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最新的车是怎么开的，但是以我们的分别嫉妒能推度出来说，这个是一辆它最新推出来能够自动驾驶的车，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对其他东西也做很多分别嫉妒，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人，那我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新第一次看到他，然后但是他穿得很破旧，我们就各种分别嫉妒给他推度出，他可能就是一个穷人，虽然我们还没有认识他，这个就是这个推度亮度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就是叫分别嫉妒。那分别力最盛，就是说这个第六意识它分别力也是最盛的，前五识也是分别力最盛，所以现在这些讲的分别力最盛就是说它是叫做识，而不是叫意或者心。那橘色两点说所缘境非常广，为什么说广？因为其他识只能缘自己的所缘境，比如说耳识只能缘声尘，然后但是意识可以圆法尘，也可以圆生成，所以它是最广的，我们会把它特地拿出来另外讲。那眼识它只能圆眼尘，它不能圆生成，眼睛它不能去听东西，除非我们已经就是六根互用那种圣人，但是我们目前不能，我们眼识只能圆色尘，我们就是看东西。但是意识呢，它可以去圆自己的法尘，它可以圆一切法，也可以去圆眼识升起来的这个色法，也可以去圆这个耳识升起来的这种声法，所以它就是这么说，所以很广的。好，那我们进一步要去学习第六意识有什么不同。第六意识它有四种差别，我们特别要讲一下，因为第六意识它是一个挺复杂的东西。那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主要还是讲这个了别的功能，那集起还有刚刚说思量的功能，我们是第七和第八识，到时候也会讲得很详细。那现在还在讲的是第六意识的这个了别最盛的这个东西。那第六意识它本身又有四种差别，我们学一下：一、明了意识；二、定中意识；三、独散意识；四、梦中意识。
所以我们第七还有第八是都是形象非常非常维系，我们通常是完全看不到的，就是可以说凡夫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所理解的心，哦，我现在想去吃饭，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我要计划一下未来要干什么，然后我等一下要干什么，这个我们就是第六识的差别在作用，然后每一个是这种差别的后面都带着第七和第八一起在运作。那我们就是先了解一下它最粗、最凸显的这个意识，第六意识是在做什么。好，刚刚说的第一种有四种，第一种叫明了意识，它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第六意识它在活动的时候有分四种种类，它就是四种差别。第一种又叫做五俱意识，因为它这边写的与前五是俱时而起的意识，就是我们前五是要运作，然后第六是同时在运作的话呢，这个就叫明了意识，因为我很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去认识各种东西，认识我的世界。那我们看橘色第一点，能助五识升起，由意识之力引导五识得生，那就是这个，比如说我意识需要去引导一个东西，那五识才能升起来的意思，就是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心里有一种口渴的感觉，好，那我口渴了，我眼睛睁开了，然后我要去找这个水来喝，那就是说它是引导的作用。如果你心里没有去想这个东西，那这个通常五识不会去自动作用，除非可能生病了或者四大不调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它能帮助五识升起。第二点，令五识明了取境，故名明了意识。第一，那这个蓝色写，由于眼等五识不能明了分别，它只有自性分别，身取所缘，由意识令五识明了，身取其相。就是说，我现在眼识开了，哦，OK，我眼睛打开，眼识升起，然后看到这个杯子，但是我只能自性分别它，就是说。我就是演示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呢没了，那这个意识要去给它做判别，就是哦，这个杯子是来要装水，然后现在里面装的是茶水，所以有一个咖啡色，我要来喝它，这些都是第六意识做的事情，因为前五识它就是自性分别而已，它就是能做到认知这个作用，然后就没了。好，那再来。我们这边最后一点特别讲一下，定中意识虽然是明了，但是不能帮助五识升起，所以我们特别把定中意识列为另外一个。好，那这就是明了意识，就是说它在很明了的帮五识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一起升起，这个叫做明了。五俱意识就是五个前面的识，然后俱就是跟他们一起的意识，所以叫五俱意识。好，这个就是明了意识。接下来第二种刚刚列出来的差别叫做定中意识。定中意识是与定相应的意识，它形象明了，能身取所缘。它不与五识俱起。好，假设现在一个人他在打坐，然后他心非常的静，哦，他要入定了。那这个定中的这个意识，因为他眼耳鼻舌身，就是他已经隔绝了，他要把心设为这个在一个所缘境上面。是，那这个心意识，他这个时候非常的明了，因为他清清楚楚要抓着这个所缘，要。住于这个所缘境上面，比如说我在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或者我现在在观呼吸，或者我在生怡情，这个就是所缘境。那他非常明了去这个住在所缘境上面，所以是明了。但是他没有其他五识在一起作用，但是他虽然这个没有在作用其他五识，他心是非常清楚的，他有作用的，所以这个叫做定中意识，特别给他一个名字。那如果我现在哦眼睛睁开，然后呢，我已经没有在做这个
专注于呼吸的这个境上面了，那我已经成为明了意识了，就你已经不在定中意识。那这个定中意识当然讲的是这个比较深的禅定，但是我们大概用的是这样子解释，这个深的禅定它这个所缘境就是一个而已。好，第三种叫做独散意识。独散意识就是所谓的妄想，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单独升起的散乱意识。那独是什么意思？独是简别五俱意识，独就是它单独，第六意识它单独升起来去想东想西，我打妄想，然后我没有这个前五识需要去帮助它，不用帮眼识升起，我就在那边打妄想。所以当我如果要去让眼识去做事情，或者去让这个嘴巴去吃东西，那这个已经成为这个明了意识了。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只有第六意识单独升起，其他没有升起的话呢，这个就叫独散意识，它是独的，不是聚的。好，散就是简别定中的心，就是它不是定的，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散的状态，心就是散的。那我们去修禅定，去修行，那这个心才会定。那不是定的时候就是散的，所以这边特别讲说独散意识，就是告诉你是散的，不是定的。好，它这个也不是无与五事俱起。好，那最后一种叫做梦中意识，它也是独散意识的一种，就是刚刚第三种，它是独散意识的一种，但是因为它形式的相状昧略，不同于醒悟之时，故别立一名。就是虽然它是独散的，但是它形这个它的形象，就是它意识在做事情，在行的时候，它形象还有这个状态非常的灰暗、昏昧。所以它不同于我们醒的时候的独散意识，所以我们特别把梦中意识再拿出来讲，是一种差别的意识。比如说我梦中现在我要来就是做梦了，睡觉，好，梦开始了，那这个完全没有逻辑的一个人就突然可以飞，然后无缘无故一个人就在那边跳出来要追赶你，让你去是把你这个杀掉，然后你还要跳下去一个地方，很恐怖，你又突然会飞了，哦，这些都很没有逻辑，这个就是一些在梦中产生的意识，所以它是形状很昏昧的，因为你没有什么去能够正确的去思考，它就是一种奇怪的各种妄想在那边飞来飞去，所以这个就叫梦中意识。它也不与五事俱起，因为你在睡觉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没有在动。好，那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四种意识。四种意识它又分为两类，第一叫五俱意识，就是它跟前五事会一起起，然后另外一类就叫独头意识，它自己起，第六意识自己起。好，那五俱意识它有一种的六意识差别，那它那一种唯一就叫明了意识，就是当我第六识升起来，然后前五识也一起作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叫明了意识。那如果不是这个状态呢，都叫独头意识。那独头意识又分两种，就是一种是散位独头，另外一种是定中独头。散位独头就是刚刚讲的第三种独散意识，还有呢第四种梦中意识，就是他心是散的，然后在那边自己作用打妄想。那打妄想又有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哦，我现在打妄想，想想我以后要干什么，等一下吃什么，看什么电影，好，那这个就是独散意识。那梦中意识就是说我现在睡着了做梦的时候那些奇怪的妄想，这个叫梦中意识，它也是单独行动的。好，那第二种的独头意识叫定中独头，这个叫做刚刚我们第二个讲的差别，叫做定中意识。哦，我现在在打坐修行，那我现在入定 OK， 那现在的心理是明了的，
但是它没有前五式的作用，这个就叫定中意识。好，那四种意识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四种意识就是第六意识的四种差别相，它不是说有四种另外一种，它不是，它就是说第六意识它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可能的状态是哪几种，就是这四种，这个就是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我们就是讲完了，那我们现在讲第七意识，第七是什么呢？第七识就叫莫那识。莫那的意思叫做意。那刚刚讲的就是思量，那第七莫那识就是思量这个特点最为突出。思量，他因为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叫第七莫那识叫做意。此事做第六识的根，能令意识升起，是意识的根，故称为意根。所以，我们第七莫那识又叫意根，就是第六识也要有一个根。那这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莫那识。所以，第七莫那识又叫意根。那第七莫那识有什么特点？它恒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惑相应。这个第七莫那识时时刻刻在做这个事情，这四个惑，他整天在痴见慢爱，他这个是永远都跟这个四个东西相应，所以叫恒，恒就是永远。所以这第七莫那识有了这个特点，那这个当然听起来很不好，所以我们就是修行要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把它转世成智。好，那最后一点写着恒省思量第八识的一部分为自内我相，故又名染污意。他恒省思量，就是他永远在这个审判，然后思量就是在整天嫉妒思量分别这个第八识的一部分。那刚刚讲说，我们要升起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见分，另外一个是相分。见分就是说我能认识的这个东西，我能做事情的这一部分的事叫做见分。那去认识的那个对象的那一部分叫做相分。那第七意识会把第八识的见分认为是我相，然后呢，整天这么的操作。所以呢，第七识又叫染污意，因为它是染污的，它不是正确去明了的，认识真正的，实相，它是去整天去抓住第八识的见分，然后呢，认它为我，所以它整天做出来的判断都是染污的。那为什么他会永远认为第八识的见分是我？因为见分它这个东西很像我，因为我认识东西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我需要去认识一个东西。那认识的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影像是相分以后，要有一个东西去认识这个相分，那个叫见分。那这个见分很像，见分的功能很像我，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有一个我在走动，我可以决定事情。因为这个见分，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见分，如果我们因为凡夫心理很粗，我们认不出来它是一个生灭的东西，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直在生灭变化的，所以这个见分看起来好像是连贯的，而且一直在是这个见分在认识外境，那我们就会不小心把这个见分以为是我，但是它其实只是我们第八识认识功能的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我们把这个见分执着起来，因为他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我，那我们一直着它好了，这个第七意识成为染污意，它就是这么染污来的，因为它是执着第八识的一部分。那第七莫那识跟刚刚其他识一样，它也需要缘而升起，它的清音缘也是阿赖耶识中的自种子，就是它是莫那识种，在阿赖耶识里。需要这个种才能升起，
那如果这个种已经转世成智，那这个就很好，因为你就不会有这个缘了。好，那它的增上缘是什么？就是说之前眼是要有眼根作为增上缘，才能去认识外境。那现在第七识的根是什么？它是把第八识当为根，就是阿赖耶识当为根。那它的所缘境就是把阿赖耶识的见分的部分认为是所缘缘，然后把它执着为自我，就是它的所缘境，就是专门去圆这个第八识的见分，然后呢执着它，所以这个就是第七摩那识。那我们看一下橘色这边写何等为意，意是什么？为一切时缘阿赖耶识思度为性，就是他整天做思量嫉妒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它的性质。好，那这个是第七摩那识。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因为第八阿赖耶识呢，它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题目。今天开始讲可能来不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前五识讲到第六识，然后再讲第七识。好，那第八识就是刚刚一直讲的阿赖耶识，它这个部分非常的细微。所以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继续讲。那我们先来做回向，我们第八来是留到下次讲哈。那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